世界上有两种老板，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，蠢的和更蠢的。窝囊废更费劲，你选哪一个？如果他还是一个处女座，那简直就是人间的极品。我的老板就是，他脸上有辣大一颗痣，每天拿粉盖无数遍无数遍，这就叫欲盖弥彰，长在脸上了有什么用啊？你盖来盖去的，没人鼓掌啊！